對主辦國嚟講，觀眾嘅數目都會隨住隊數所增加。
就遠高於營辦多40場比賽的開支，所以蝕唔蝕錢其實主要是你主辦國本身的承擔能力，而不是因為由32隊變為48隊所造成。最後想問友方同學，當初由14加到32隊，是否都弊多於利呢？多謝各位。回答方不得打慢，亦不得打扰。
咁有乜轉？啱啱話賽事快都會令個球員容易受傷，但今日世界盃有26個球員名額，點解我哋唔可以替佢打場？我冇覺得應該替佢打場，但係其他球員佢哋嘅體力有可能係係咪覺得嚴重？有可能今日係你覺得佢哋嘅體力唔重要，因為你要求嗰11個人同一個陣容要上場打曬全部比賽。咁我想問，用替換陣容俾佢休息有咩問題？但係我哋增加咗隊伍，隊伍就係增加咗替換名額，就係、是、多咗。冇增加到替換名額，就係增加到替換名額，本身得23個，而家有26個名額，好有可能已經達唔到。我哋點解替換名額唔可以俾球員休息啊？再問有方，有方承唔承認多咗國家參與決賽周全米經濟，所以咁多咗？但我哋而家睇到嘅承唔承認？唔承認。點解？因為有方而家係重量不重質咯。你係咪如果一啲弱隊佢哋兩隊嘅標準提我咩重量不重質？係咪經濟所以多咗先啊？方同承認啊？好有方。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原本酒吧只可以播32隊的賽事，而家我播多16隊，多了7日，多了40場比賽，咁係咪起碼多了16個國家嘅支持先？都要有人睇先得過，有啲弱隊嘅隊伍。我今日係咪覺得嗰16個國家嘅國民唔會支持翻自己嘅選手先？有翻論證呢一個必然性喎。我哋而家見到係你講嗰啲例子，你係咪你請有方舉出具體例子？今日我方見到有唔同嘅持份者，全球同持份者都可以有多咗經濟，所以我哋嘅球嗱多咗16個國家，本身有額外16個國家。球衣銷量、周邊的銷量呢啲都唔係經濟收益咩？有冇同學？你同唔同意先？好，有冇同學其實一直都解釋唔到，只係咁講。再問有冇同學，你第二個論點話我哋要為咗俾啲歐洲強國去加入，就咧上減啲亞洲嘅國家。咁世界盃係咪應該多元化先？而家分組賽應該要有多啲唔同洲份嘅跨隊。要多元化，其實可以用其他比賽，或者可以打友誼賽，可以打其他比賽。有冇同學我哋講話世界盃依然可以同友誼賽相提並論？因為性質唔同啊嘛。32就要停咧，32係咩特別嘅數字？
嗱，其實聽完有方金銀開面，有分有三個睇清。第一，有方金銀淨係睇決賽周，但我哋一齊睇下外圍賽。嗱，雖然今日面題係講決賽周，但係決賽周同外圍賽仍然係密不可分。周知而家全球化咁盛行，仍然係缺乏一啲跨州對決嘅杯賽。嗱，以歐冠為例，參賽嘅球員必須係23歲以下，而對數得16隊，洲際杯嘅對數更少，只得8隊。因此，唔同國家嘅足球隊如果想跨州對決，就只可以相約友誼賽。而世界盃係唯一正式嘅渠道俾佢哋參賽。有方今日講到世界盃係一個咁頂尖嘅賽事，竟然同友誼賽相比，唔係有啲矛盾咩？嗱，但由於呢個外圍賽存在住根本嘅問題係，某啲州份已經俾一啲國家去壟斷。嗱，以南美洲為例，得4.5個席位，而其他南美國家就因為巴西、阿根廷佔咗2個席位不足。就算智利喺世界排名上得到31名，都係入唔到世界盃嘅決賽周。嗱，第二，今日有風就係睇勝負，我哋一齊睇下各國嘅球隊進步。嗱，風今日同我哋講咧，話加咗呢個對數之後，佢哋就會唔認真踢。但其實增加咗對數之後，分組賽嘅競爭會更加激烈啦，因為強隊戲格當然係希望可以爭取到首名出線，有助自己淘汰場面開具到一啲較弱嘅隊伍，而排名中游嘅隊伍亦都會更加積極，以爭取出線嘅機會。嗱，而家出線嘅名額多咗，有好多唔同嘅國家都可以以第三名出線，因此會更加盡力去爭取呢個名額，反而係更加有助足球發展。嗱，第三，有冇同我今日淨係睇個人，但我哋一齊睇下團隊合作。嗱，剛剛同我哋講咧話球員好重要，佢哋一啲重要嘅資產，我哋要保障佢，唔好俾佢哋受傷。但其實我方今日係非常之認同，所以我哋更加要培養多啲唔同嘅新秀球員。嗱，真正嘅強隊就係有替補依然係強，但有方腦中就係得11個球員，踢嚟踢去都冇得休息，冇得替補。嗱，再講有方今日非常之自相矛盾，同我哋講咧今屆巴西名將尼馬受傷，但佢踢一場都受傷，咁有方係咪又認為分組賽3場都太多呢？所以今日我哋見到替換球員係對唔同隊伍嘅戰術考慮，而有方只係包裝緊負責要負嘅權道理，淨係保障一啲高名氣嘅球員，但低名氣嘅新秀球星需唔需要喺世界舞台上曝光呢？嗱，同樣一啲冇咁出名嘅隊伍，係咪都要需要呢啲機會踏上世界嘅舞台咧？好，兩位3分06秒，冇個前途需求分，跟住係南方第一部件。
弱女對決嘅話，其實已經唔係大眾所追求嘅嘢啦。咁如果世界盃就其實就好似奧運等等世界最高水平嘅比賽啦，咁佢嘅號召力同埋吸引力，正正就係嚟自於佢嘅質素同埋佢嘅水平，球迷最期待嘅就梗係當中弱者嘅對強者嘅對決啦。我方唔反對係應該俾更加多機會弱隊參加，但現時決賽周已經有32隊，我方係其實呢一個已經可以確保到有一定程度嘅機會，我哋都唔反對其實更加少嘅隊伍可能係真係會更加精彩。我方提及咧，世界盃水平會下降，擴邊咧就係得不償失。聽日方解釋有兩點啦。第一，小組賽每組兩隊變出線變三隊，隊只要贏一場就好大機會可以出線。咁點解唔會令強隊就住嚟踢，令佔最多場數嘅分組賽變得保守，觀賞性會大降呢？第二啦，決賽當中有48隊，一啲亞洲嘅平均排名會下跌35%，南美洲更加會跌整整一倍，點樣可以確保到世界盃嘅吸引力呢？如果上述問題唔可以回答嘅話，係我方得證一證今日辯論嘅應承啦，多謝各位。
可以等於好啦。而世界盃唔係咁兒戲嘅，有方同學喺一個制度嘅改變之下，係有背後有好多衡量嘅。我今日見到嘅係世界盃改制係牽一發動全身嘅概念啊！世界盃嘅獨特性係在於啲咩？有方都識講啦，係一個展現自己，即係一個最高水平嘅發揮舞台啊！因此今日有方都同意啦，世界盃同友誼賽之所以冇可比性，正正就係因為佢已經係一個代表世界上最頂尖嘅一啲球隊唔同嘅展示同發揮機會咯。因此呢個係最高水平嘅賽事，先係有方今日嚟處嘅前提啊！當今日有方如果改變制度會削弱佢嘅水平，就正正係本末倒置。因此今日由兩個力量睇有方嘅第一是影響力，第二是體力，先看影響力啦。有方就話對弱隊而言，佢就可以增加一個發揮嘅機會。我覺得有方嘅邏輯就係越多機會就越好啦。而按照有方嘅邏輯，咁每一隊都有發揮嘅機會啦，係咪每一隊一齊去踢決賽周啊？我方今日見到嘅唔係啊，決賽周嘅獨特性在於啲咩？係混集世界頂尖嘅球隊一齊去踢比賽，唔係有方講得咁兒戲話，你俾一個發揮機會佢，所以就捧佢去一個決賽嘅舞台咯。我方見到係如果有方想做到換。一齊去互相去切磋，唔係喺世界盃度做，因為我方今日正正見到世界盃嘅獨特性，就係在於佢要有高水平啊嘛。因此再嚟睇啦，今日有方又唔睇佢上到場又係咪真係有發揮嘅機會咧？我方見到有一場比賽係巴西對巴林10-0嘅，我方同學攞零分係咪對有方口中所講嘅鼓勵、口中所講嘅機會咧？有方同學，我方見到只要佢實力當佢。有機會上到場比賽嘅時候，佢會做到嘅係削弱世界盃嘅水平。因此今日美方係本末倒置啊！點解今日32隊係合理啊？因為全球頭50隊有一半係歐洲啊！因此如果係本身32席裏面佔幾乎一半係合理，然而今日去到48隊點解唔合理啊？佢而家係嗰個比率已經係擴編咗之後，亞洲由4席變8.5席。4、5、6、7、8名，通通都唔係世界頭50名嘅時候，呢啲咪就係我方見到嘅唔合理咯。再有方就話呢個比率都唔算多，而呢個事實錯啊！你加咗一半嘅80比，點樣先算多咧？再有方就話48隊佢可以實力好強噶嘛，點算好點算差呢個係相對概念。我有方同學邏輯加到100隊，問得都至少勁過全球一半啦，咁樣講冇意思噶喎。因此有方邏輯講唔過去。再嚟睇體力問題啦，有方就話可以有替換名額噶嘛，有幾多名額啊？佢係咪一樣要訓練啊？我方見到嘅受傷正正喺訓練到得嚟啊嘛，有方又話啦，尼馬係踢一場先會傷，啱啊？點解啊？正正係因為為咗球員球場嘅訓練而受傷啊嘛。我方見到係當佢本身嘅比賽已經好多嘅時候，佢仲要一加再加，係體力負荷唔到嘅，因此今日有方便提不應承啦，多謝大家。受傷的問題，因此地方根本就無法否認。
上嚟啦。我方見到嘅係李峰咁重視佢嘅關注度，咁我方見到唔同嘅球隊，例如係馬里啊、巴林啊、亞曼呢啲，係咪有號召力咧？係咪有收視咧？有方需要解釋。喂，有方同學，今日係你唔俾球員休息，係你要同一個陣容永遠打曬比賽。我方講過有25個球員名額，佢哋替換嘅時候我可以俾大家休息，我方都係唔明白呢個機制有咩問題。再講我哋講到關注嘅問題，冇錯啊，今日就係亞運都係全個國家就咁多人，除非有同你嘅論證，呢十個國家都係零人收視，有知咩論證啊？我方唔需要論證係零收視，但係原本嘅球迷就會因為質素比賽質素下降而從而唔再睇呢啲弱隊對強隊嘅比賽啊嘛。而反而今日有個替換嘅機制嘅時候，佢哋係唔需要由一個國家去第二個國家，中間仲有集訓期，係成隊人一齊集訓，唔係淨係得上場嗰幾個人集訓嘅時候，點解睇蘇浩明？我打。因為另外嗰隊唔中意我球隊，係唔會個本身強隊同強隊對決，佢係唔會受到質素影響。而我哋今日係提供咗更加多選擇，更加多唔同種類嘅比賽，我要選擇啊嘛。而且我有方同學講到話，唔需要論證，但我哋舉個例子，我哋究竟奧運會香港攞獎，大家係咪自己都會開住個電腦支持先？呢、這個就係多出嚟嗰十六個國家，即使佢唔識足球，佢都會去支持自己國民。呢、這個咪就係增加咗個宣傳咯。而家係接電環節，雙方接電有1分鐘時間準備。
度嘛。咁你唔覺得世界盃呢個比賽嘅時候，到底而家有幾缺乏呢啲嘢支出，缺乏到影響到呢個世界盃咁高水準嘅舞台？有方都識講啦，係一個洲際嘅唯一一個正式嘅比賽渠道，點解要用呢啲比賽渠道去作為一個小小嘅交流呢？因為我方從來都唔係反對對支出交流足球，而係今日根本冇交流足球必要嘅冇交流足球嘅必要存在嘅時候，今日地方甚至會令到質素下降嘅時候，呢個絕對唔係妥協嘅理由。即係今日我有同我方講話可以持續引起足球關注啊，但首先今日有方根本冇辦法論證引起關注同妥協球隊之間嘅必然關係到底喺邊度。其次，今日世界盃點解咁受關注，正正係因為佢同其他杯賽唔同。世界盃作為足球最高水準嘅賽事，關注度高嘅根源係因為佢本身有質素保證啊嘛。而我方從來都冇否認過地方想維持關注度係一件好事，但今日要衡量嘅係當今日地方話要有關注嘅前提，原來係要夾硬將而家嘅質素降低，求其加啲人入去。咁樣只係提升關注度，喺今日有方連世界盃最邊嘅事情都冇辦法做到嘅時候，又點樣做到地方盡得所所講話要維持世界盃作為世界嘅足球城市咧？即係有方根本只不過係冇講知。咁有方又同我方講話，其實嗰啲球破邊咗實球隊嘅實力本身都唔差，只不過有方同學唔差唔好係有方面噶嘛。因為我方都唔否認而家破邊咗球隊可能嘅實力都唔係差嘅。另一個重點係對方自己都講咧，由球十五巴仙球到至到球20巴仙嘅時候，佢質素係會下降噶嘛。即係照對方所講，全球100嘅國家佢哋實力都唔差噶，佢哋都係全球平均值以上噶。咁係咪就應該要跌到100度先？咁唔係噶嘛。即係今日當冇一個必要嘅理由破邊嘅時候，點解要冒住球員受傷風險，執意去拉低比賽水準咧？有方講唔過去啦。破邊咗就係又唔足，有方第三輪點？有方同我哋講話足球比賽大力收益。你今日公平嘅時候，有方都承認啊，質素係重要噶嘛。再講今日有方係準則話有方係準則話係要令到維持呢個世界嘅盛事嘅時候，今日你方同我講話酒吧嘅收益上升都唔同世界盃嘅盛事根本就冇關係，所以有方合理啦。跟住係今日有方第二有方同我哋嘅在踢球員嘅方面，即係有方今日同我哋講話多咗場都唔係多好多噶嘛。你今日我方已經同你講咗全場咯，今日唔止係要踢多一場90分鐘啦，要足跑嘅比賽有方。我哋講替補球員嘅問題啦，當根本佢哋全部都係同一班球員去踢嘅時候，佢哋仲會因為世界盃比賽期間會有更長嘅訓練嘅，但佢哋本身啲訓練嘅話休息嘅時候，今日就係因為你方嘅賽事延長，所以先嚟會令到佢哋喺休息嘅時間減少咯，咁都係你風險提高嘅時候，點解有方仲要堅持冇呢個風險去令到球員去受傷咧？而今日要知道球員就係成個足球界最核心嘅時候，當你有方傷害球員嘅時候，其實只不過都其實都已經傷害緊成個足球界嘅發展啦。今日有方根本就唔能夠因此而維持足球嘅發展。最後一個位，今日講緊全場嘅世界盃，作為全球中目嘅大型足球比賽，集結咗世界上最頂尖嘅球隊互相較量，而高水準嘅比賽亦都成為世界盃嘅獨特之處。今日有方就以放偏隊伍，只不過本身頂尖嘅體育賽事變成一個嘉年華，呢個大眾觀賞嘅娛樂，少少嘅交流賽，令到世界盃失去其本身意義。即使今日雙方同身處今日嘅比賽，只要完組嘅頭三名下一年。能夠進職啲甲組，自己完為咗爭取呢三個名額，相信雙方今日都好努力去準備呢場比賽，而世界盃需要水準同樣理由，就係今日世界盃存在嘅最大理由。今日嘅辯題理不成啦，多謝各位。無論證到點解32係一個高水平嘅門檻，32到48
舉個例子，2022年世界盃排名41嘅黑金摩爾係同排名第六嘅荷蘭打和，世界排名42嘅黑金魯係同世界排名第三嘅巴西係打贏咗。呢、这個係咪有方同學嗰種強烈對？咁呢個強烈對決好唔好睇？好睇嘅。我哋見到增加決賽周球隊數目，係提供咗機會俾更加多有能力嘅隊伍、有潛質嘅隊伍去呈現更加多精彩嘅比賽，係俾呢啲隊伍踏上個世界舞台，俾佢哋展現自己嘅實力。喺強隊對決依然精彩，唔會少咗觀眾嘅情況，係俾咗更加多觀眾更加多嘅選擇，去達到世界盃要多元化以及足球要普通化嘅宗旨。事實上，我哋今日衡量辯題必須要提關鍵字眼利大於弊。有方同學今日係必須要證明佢利係多過弊，但有方同學今日只係講冇證明個32點解係佢中贏位。其實今日雙方無非有三個分歧，第一就係質素問題。但有方同學世界盃本身全球足球盛事，佢要提供跨洲對決。有方同學自己都識講現時原來有一半都係歐洲國家，佢自己人打翻自己人，去外圍賽又係打翻嗰去到世界盃又係打翻嗰啲，落係有方同學所想要嘅交流咧。而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佢可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唔公平啦，但係有方同學又冇講咗點樣解決呢、這個席位方面問題，現時已經有，而去到48其實佢冇變過。有方同學要論證點解增加咗會影響到佢更加怪，所以我哋見到現時個比賽質素下跌係弊不成弊嘅，反而我哋今日可以令到比賽更加多元啊嘛。第二就分類同時咧，其實今日我哋雙方都認同球員好緊要，但今日係有方同學分類咗。原來喺2026嘅賽制係有16嘅準備期啦，同英超歐聯嘅賽季佢又唔撞啦，而且佢終結係確保世界盃每個隊伍每場比賽期間係至少有48小時休息。我唔明有方同學點解覺得佢唔着緊球員，但有方同學又冇講出話着緊球員嘅標準係邊？按有方同學嘅標準，其實現時世界盃都唔着緊球員，因為佢仍然好佢被打比賽。有方同學其實都係反對嘅世界盃，而唔係反對嘅增加隊伍數量咯。於是乎有方同學又講話球員打多場就會受傷，但係有方同學講咗球隊得11個，係有方同學今日認為只有球星，只有個32隊入面正選隊員重要。有方同學今日係淨係保障俾一啲高名氣嘅球員，但係低名氣嘅新秀球星，我哋都需要喺世界舞台曝光啊！呢、這個邏輯同樣套落唔同嘅隊伍度，一啲冇咁出名嘅隊伍，佢都要透過呢個機會去踏上世界舞台。呢、這個咪就係個重要性咯。我哋見到係強隊強隊嘅收視率好低嘅情況，其實好正嘅。最後就經濟收益，其實今日多咗隊數必然會增加受眾。我方啱啱已經舉咗奧運嘅例子，其實我身為一個國民，我有國民認同，即使我唔中意足球，我仍然都會去睇個比賽。今日係有方同學論證唔到點解係零收益啊！我哋見到而家經濟收益亦都唔止係主辦國，唔止係呢班人，我哋見到全球各地嘅旅遊、酒吧、周邊銷售等等，其實全部都佢係世界盃帶嚟嘅。有方同學唔認係世界盃嘅好處，所以我哋見到經濟上已經係利處嘅時候，有方同學質素係唔成敗處嘅時候，今日便係你應承啦，多謝各位。
你冇之後冇講到啦，咁嗰啲
應該三十二係極限，咁所以再加到48就會超乎嗰個關限，所以就不成啊離處咧。咁你要講多啲，係定係想拋完個標準就係、是、哦三十二極限啦，唔可以再加。咁點解唔可以再加？我期望你係由多啲由佢嗰個主辦國嘅角度啦，即係主辦方嘅角度啦，同埋多啲由佢嗰、那個營運上困難啦。點解第三名都可以出線？嗰啲我期望你係多啲細節嗰個位去發揮，而唔係淨係執住啲宏觀嗰方面去講。因為宏觀嚟講咧，係咁其實多咗國家玩咁真係多元化噶嘛。咁呢個係一個直線嘅邏輯，咁你好難去推嘅。咁不如你講多啲喺營運上嘅困難，咁就再實在啲。因為就聽到你哋成日都係講一啲好原則性嘅，即係啊，世界都要高質素啦。咁但係你有冇講清楚高質素嘅定義係乜嘢？你要點出世界盃比起其他杯賽，佢所謂嘅高質素嘅體現喺邊一個層面？係啊，咁呢啲位咧要講得實在啲，咁你嗰個回應先有。咁大致上，我期待雙方可能再去睇翻呢條辯題嘅時候咧，諗多啲決賽周呢個位置啦。同埋多啲入佢真係落實嘅時候，執行層面去聯想多啲，唔係淨係講原則性，咁有啲窄。定抑或係個賽事嘅質素啊？嗰啲隊踢足球嘅水平係比較高啊，比較低，係成為一個比較重要嘅質素嘅。咁其實呢兩個其實應該喺呢度係要，因為變係成立標準定，所以係應該有交鋒嘅。咁但係好似就冇好直接對呢啲方面咧，去進行好多嘅即係交鋒位咯。即係因為如果係例如個跨州對決，其實就唔係太重要。即係如果跨州對決，其實咧就唔係太重要嘅話咧，咁其實就可能對反方有利咯。但係如果咁樣嘅話，就不如即係歐洲國家杯嗰、那個，即係其實歐洲國家杯平均水平一定高過世界盃，因為歐洲啊，但即係都明啦。歐洲嘅頭如果你覺得 FIFA 嗰個 ranking 咁重要嘅話，咁頭五十位入面應該大概有應該大概三分二甚至四分三左右嘅排名都係歐洲隊。係啦，咁佢哋咁而實際上歐洲隊嘅水平比較高，因為本身就係歐洲嘅民先嘛。係啦，南美嗰啲都係歐洲傳過去嘅啫。咁所以係係啦，即係如果個標準係咁重要嘅話，咁即係個標準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都決定住定到嘅成嘅會。咁但係大家對呢方面嘅交鋒就好多啦。咁然之後就好多嘅 factual 嘢係即係對人有啲位其實可以交鋒得更加多啦。因為對我嚟講，係咪第三名？例如係咪第三名
就可以出到事，就會導致到競爭性比較低咧。咁你睇翻二十其實而家佢嗰個十二組分星隊嗰個制度咧，第三名都係出線，都有機會出線咧。某程度上面就係好似以前二十四隊咁。咁但係24隊嗰個試分組賽會發生呢個咩情況就係咧，由於你真係只係贏一場就有機會，所以佢係真係三場比賽搏曬都贏嘅。尤其是一啲可能比較即係一開始出閘脱腳啦，所謂叫跑馬嘅話就即係一開始打得唔係咁好啦，又或者係即係本身水平比較低，但係都要搏出線嗰啲隊啦。咁所以其實廿四隊嘅時候咧，反而如果從個質素未必係一定好高啦，但係起碼就係會由頭到尾都好搏，盡搏到盡啦。咁呢個喺觀賞性嚟講都可能係好事嘅。即係例如86年世界盃嘅英格蘭一開始第一場佢輸咗俾烏拉。所以他跟住就要在後面那兩場再咯，係但如果是32隊的賽制，其實有機會你贏兩場都出唔到線，因為如果係啦，即係你頭嗰三位嘅隊係互相贏到對方，然之後有一隊第四名嗰隊係輸曬嘅，咁其實你係有機會贏兩場都是排第三出唔到線。咁但係如果相反你排頭三都有機會出線咧，你攞三分有機會出線嘅啦。所以你例如94年世界盃嘅南韓咧，打到最後一場，最後一分鐘咧都係搏到盡嘅，因為佢頭兩場打和，去到最後嗰場如果係打和到德國嘅話，都有機會出線嘅。不過最後輸2-3出唔到，但係打到最後一分鐘都係好搏嘅，所以個觀賞性係好高嘅。即係呢啲想當年嘅講得多咗少少。跟住又係啦，另外有啲廣東省嘅唔好意思啊，有啲反方方面咧，有啲位咧你質疑得幾好嘅，但係你可以多啲去質疑，例如話，喂，咁不如你講到咁樣，不如唔好要外圍賽啦，係啦，咁係啦，咁呢、這個其實你問，即係用一個反問問咗嚟去攻擊，但係真係得到問題，問完就唔係好跟進，咁呢個我覺得可以即係做好少少，因為就算世界盃都好。保證到個比賽不要太強弱不絕，不要太差某程度上面都是好事嘅，係啦，即係因為過去係啦，即係因為同埋點，即係呢個某程度上面就係點解即係點解可以接受到由16變24因為估之前冇十算啦，唔理啦，係啦，即係擴邊個24啦，再擴24擴邊個32啦，某程度上面係因為世界個即係呢，我覺得反而呢個係正方應該要講。咁但係正方佢見完先咯，係啦，所以係啦，正方你嗰幾個位置，我正方我最其實都覺得唔好啊，不過你起碼又講得多少少，即係你起碼冰島都冇啦，阿根廷啊，哈林啲非洲球隊都贏到，即係都有機會贏到巴西。但其實你即係反而係要從個大環境嚟講，就係點解會接受到抗堅，即係因為其實嗰個水平，即係嗰個州與州之間嘅水平，唔係反方講到咁，唔係講到咁大咁嚴重咯，係啦，即係。例如以前可能即係74、78、82、86，可能嗰幾屆面，你會發現嗰啲嘅亞洲、非洲或者中美洲球隊，可能真係個水平同歐洲或者南美洲嘅隊，可能真係差好遠。即係例如74年非洲唯一個隊就係扎伊爾，出到去係第二場初賽俾人數8-09左右嘅，然之後喺嬲個總統喺嬲到同啲球員講：你下場對巴西，你輸超過3球啦，我殺曬全部嘅。即係你睇翻即係世界盃歷史輸啊咁寫，咁即係佢即係輸到一個咁樣，即係輸到一個咁嘅程度嘅，或者即係用1978年咩啦？好似有隊薩爾亞多係中美洲，又係出到去咩？又真係類似就係嗰啲巴西數百人十年，雖然巴林未入過世界盃賽周，所以我唔知點解要睇呢兩次，都輸得緊要。咁但係近幾屆嘅水平已經係。同咗亞洲、非洲或者中北美洲嘅水平，其實已經係即係拉近咗好多。即係隨住足球全球化，其實多咗好多地方佢即係嗰、那個即係亦都職業化咗啦，諸如此類。其實呢個可以正方講多啲，你就個優勢再明顯一啲。咁另外就係、是其實我唔係即係。是不是需要話32隊是一個理想的即係我有明白，因為你要即係三，因為三其實就即係從反方角度嚟講，可能就32隊本身都有啲問題。但係你去到你再擴編個問題係更加大，係啦，即係從呢個角度去理解個維多利亞其實可以。
另外就係反方方面，咁你有兩個好主要嘅觀點啦。其實我首先咧就係、是即係第二個觀點，即係受傷啊，即係容易受傷嘅嗰個咧，其實應該係要擺多啲嘅即係可能要需要再詳細啲去講啦，或者會有一啲資料，要擺多少少嘅資料盡量去揾啦。揾到統計數據，我知係難揾嘅因為我哋都有準備到年底啦。係相對其實係會難準備嘅，咁嘗試講理解下點解啲人會話佢嗰個受傷程度比較嚴重啦，同埋佢睇下揾唔揾到一啲例如係即係喺醫療嗰方面嘅去講點解啦。其實就從一個球員嗰個心態嚟講，就係、是、通常打得世界盃嘅球員通常都係啲職業球員嚟嘅，而職業球員咧通常佢大概打19至10個月嘅職業球賽，所以其實已經累積咗慢性疲勞。而在呢個當慢性疲勞累積得越多的時候，佢打下一場比賽受傷嘅機會就會越高。咁過解咧解決方法就是佢喺例如歐洲嘅球季完季之後，佢哋係會有大概2至3個月，可能係即係休息，最低限可能有6個星期左右係完全係休息嘅，係可以唔點踢足可以唔點踢足球，所以呢個講法都更加簡單。係啦，但係令佢慢性疲勞係可以逐漸恢復嘅時候就會好啲。但係你世界盃練嘅時候，點解個受傷通常會比較高啲咧？我哋一般認為係因為佢慢性疲勞，然之後再踢嘅話咧，咁佢咪冇喺即係世界盃練嘅時候，佢咪冇機會再去冇機會休息咯。佢踢完世界盃，跟住可能隔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佢就已經要翻去自己球隊度歸前站啦。咁所以又係會令到之後，即係一係就世界盃有人受傷，佢世界盃有人受傷，佢跟住嗰個球季受傷都要做到。咁呢方面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將呢個係作當做一個好主打位，其實應該係會需要講即係需要攞多啲統計數據、權威等等嚟去再即係講多啲嘅。另外咧有啲首先有一個跟住有個係啦，即係都係大家啲 factual 嘅嘢就唔該即係例如政方方面唔好意思，即係FIFA 咧係得211個會員嘅啫，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唔絕對會有300嘅。首先係啦，首先唔絕對會有300個位入袋。咁另外係啦，咁係啊，咁另外就係係啦，打單啊嗰啲委問啊問下都好嘅但係係啦，即係兩邊都有啲可以回應一些我諗住講嗰樣嘢，即係咁啊仲有係有時咧，即係呢條辯題咧都打任何辯題都係。嘗試試下用下自己的經驗，常諗下即係諗下啲情況。例如，即係因為你學校運動好曬，即係運動曬，或者即係好多隊 division one 等等咁你其實或者都接觸到好多，都會接觸下啲運動啊，你可能接觸下啲運動啊。嘗試下用自己經驗，雙方都係啦。其實你都係嘅，你最後你邊都係嘅。咁你可能有啲同學都有大學界運動嗰啲噶嘛。咁你即係例如正方同你講話，咁我可以輪換噶嘛。做夠世界盃咁重要嘅比賽，可以話對一個國家隊嚟講係最重要嘅比賽。你會唔會派你即係你有廿即係你有廿你嗰隊有廿五個人，有十幾個係最強嘅，所以係勝算嚟。有十幾個，跟住有十幾個係冇咁強嘅。你如果嗰個比賽好重要嘅話，你會唔會派啲好？你會唔會派啲較弱嘅嚟打？即係你出嚟打，你普遍出嚟打洲賽嘅時候，咁你打到去淘汰賽階段，即係如果打到淘汰賽階段，你會唔會派啲中一二去打？即係除非你中一二勁得好緊要啦，勁過啲中，即係勁過啲中四五啦。如果唔係嘅話，你一定係用啲經驗比較好啲、能力比較強啲嘅人。世界都係一個咁樣嘅舞台，所以點解要選廿六個？第一就因為啲人好容易受傷啊，第二就係、是。咁佢集訓嘅時候，佢唔係求其揾人同佢練啊嘛。咁會點咧？就係、是、佢自己要有翻兩隊，試打到11人對11人練習賽咧，起碼都22個啦。咁跟住龍門嗰啲，你唔可以算2個，算3個啊嘛。咁所以佢最後應該大概25個左右。即係其實呢啲嘢好實際營運上面考慮嚟嘅，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個人咧？因為佢訓練有嗰個需要，所以需要咁多人。但係真係要打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即係除非佢。嗰場佢輸咗都首輪出線嘅，咁所以佢咪會派一堆後衞去打咯，即係例如馬拉尼亞跟其他人講嘅，係啦，即係係啦，即係除咗呢啲情況之外，其實佢都會派最叻嘅人啦，所以佢嗰個輪換其實係唔成效嘅，係啦，咁但係呢啲嘢其實我覺得就係你唔需要揾料啊，你攞翻你自己同嗰啲例啲嗰啲考慮其實講嘅嚇，你就應該換到隊手，係
係咁就係、是、即係就係呢啲啦。其他真係要講，咁即係講幾日都得啦。咁但係因為球迷啊嘛，咁但係係啦，但係講咗啦，係啦，咁係啦，時間一下。上到去，咁所以變相就冇有因去盡力踢啦。
咁我會期望後面會唔會有多啲設例又好，或者事例都好，去講如黃蜂咁樣48隊之後，某啲隊伍就會放水啦。但係冇喎，反而其實你又繼續重複話世界盃就質素越嚟越質素越高，呢點相信大家都冇反對㗎。咁所以就將好多嘅內容篇幅翻咗一啲大家已經同意咗嘅睇法。相反啦，即係對面咧，即使佢哋有想即係咁樣寫啦，但係佢都嘗試好具體咁講同地方點解少多啲嘅，即係例如佢成日講嘅南美洲啦，不斷咁舉話阿根廷、巴西有幾勁啊，智利啊，或者數咗一大堆嘅南美洲國家，其實都 OK 噶，但係四個位就差唔多出去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喺仔細嘅程度嗰方面咧，其實今日反方係應該要做多啲嘅。咁而係咯，呢個就大概嘅方面啦。咁如果真係要細咁分嘅話咧，咁都係四點啦，係幾多啊？第一點咧就係一個球員問題先啦。啱啱第一個評論都同意嘅，即係球員嘅負荷問題，其實應該就係呢場比賽嘅焦點。一樣嘢比較無趣，同埋大家都係打得比較無趣。第二位我所講，即係你哋係真係要具體跳入去講一個球員嘅角度出發，究竟呢個32日嘅世界盃同埋一個40日嘅世界盃，一個打7場嘅世界盃同埋一個打8場嘅世界盃，具體係咩分別咧？咁今日正方又係啦，舉一啲好簡單直接嘅例子啦，由23個替補變25個替補，咁咪方便咗咯。咁48每場比賽隔48個鐘咪有時間休息咯。咁而反方明明呢個位你提出嚟你嘅強項嚟嘅，咁但係咧你哋嘅立場就好傾向不明。你一開頭又講到咧，話一場比賽90分鐘要跑10公里，仲要不斷變速啊，其實好辛苦。咁我以為你覺得每多一場比賽球員就幾辛苦，但係到後面咧，你嘅立場就變咗做，其實唔使踢比賽啦，佢單純訓練就已經好辛苦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點起碼你哋應該要 consistent 啲。而我個人嚟講，覺得你後場喺即係後面嘅立場做得比較好啦，因為事實上嚟講，你多一場比賽真係好難講佢點樣辛苦咗。咁反而我覺得你好似第二位同上嗰陣，你不斷要佢長時間喺待機嘅狀態，就係嗰40日佢要繼續精神分裂，不斷咁訓練提高自己狀態，即使佢唔喺上場，但係佢都係冇時間休息。咁去到最後，咁佢又要再求佢開賽，例如你而家開頭所講，佢哋一個職業球員一年踢幾多場比賽，咁所以無間斷分，大家就好辛苦啦。咁我覺得就係你應該要咁樣立場清晰啲，同埋仔細啲咁從佢角度出發。咁起碼喺球員負荷呢個問題，你哋開出嚟嘅真係有優勢。同埋嗰個交通安全咁啊，到第二個就係關於呢個全球關注嘅問題，就係正方佢嘅論點啦。咁我個人覺得就係呢個位正方嘅數據係唔夠嘅，即係你最簡單嘅就係舉下摩洛哥咁界有幾多人睇，加拿大有幾多人睇，澳洲幾多人睇，因為呢三個國家係全面開出嚟嘅位置嚟㗎，但係你又冇講。咁然後喺公辯嘅時候咧，你又即係諗住好直線邏輯啦，咁多咗隊伍係咪會多咗啲自己人？撐自己人啊！咁然後反方就話：話咁如果質素低嘅話，冇人會睇喎。咁我就期望你用過去嘅光篇或者過去嘅啲收視數字即刻就封咗對方，但係你冇。咁所以其實喺全球關注呢個位置，即係究竟係多人睇咧？正方你自己開出嚟咧，但係你又唔係有一個好強嘅數字係睇到。咁反而就俾反方用質素咧，就成功可以拖延或者質疑咗呢個市場。咁又到第三點啦，就係究竟嗰個收益啦，或者其實我覺得收益同關注咧。總括而言咧，就係究竟佢嘅質素係高定係低？因為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反方嘅優勢。即係我覺得今日反方雖然你嘅集方相對越細啦，但係你都做得好嘅，就真係拖住正方嚟打。即係如果正方佢真係唔理你嘅話，佢就係不斷舉唔同數字同你交代咧，你係打得好嘅。但係成場尤其是有個自由辯論，聽唔到對方講你嘅數字，就證明你好成功地就將對方拉咗去你哋嗰兩方面打。咁而就住質素呢個位究竟高咗定低咗咧？我覺得就真係各有各嘅觀點咯。正方其實又都有唔少錯嘅話出嚟方嘅，即係例如咧我覺得就係話因為質素唔會跌，就係因為咧，例如有唔少出名嘅地方咧，其實都可以咧好高質素，好似南美洲啲智利為例，但係嚟講佢哋都就係去南美洲啦。但係明明96隊嘅名額大部分都係亞洲、非洲為主。咁而我聽到唯一亞洲非洲嘅國家就係你正方主辯講嘅亞聯又同烏茲別克都好勁，但亞聯又同烏茲別克我真係聽，我真係冇聽過呢兩支地方嘅足球隊名嘅，即係我個人名真係唔知。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個位咧，其實你哋就係不斷喺南美洲嗰啲嚟吹噓咯，但係其實實質都解釋唔到16隊之後究竟有多咗啲咩嘅國家隊，即係就可以去下埃及又好啊，去下其他洲份都好啊，冇齋喺南美洲。咁然後反方又係嘅，即係你就。正方主辯好型咁樣講就係咁如果係加入咗之後咧，南美洲就跌一倍嘅排名，然後而家咗呢度係跌35%
個排名。咁首先我都會有分別，就係咁排名下降，佢哋質素低，未必高。沙特阿拉伯高型嗰下咧，嗱到第二啦。我聽完正方之後咧，我發現你南美洲排名下跌咧，又真係好 tricky 嘅，因為南美洲原本嘅阿根廷、巴西應該全球頭十名啦，應該係。咁然後加咗智利啊、哥倫比亞呢三十名嘅入去，冇錯，佢嘅排名變咗一倍啦，可能佢變一倍嘅方式就由平均頭十名成平均頭廿名。咁所以其實跌咗一倍係冇任何嘅問題嘅喎，已經係。咁所以係啦，我覺得係質素呢個位，大家引用嘅一啲數字咧，呢、這個例子唔夠啦，同埋好仔細咁聽咧，又覺得有啲白嘅。咁但係礙於即係大家都唔係睇開波，我都唔係睇開波，我都係收即係幫手睇啲嘢先準備咗咁多啫。所以有呢啲嘅細節都無可厚非，只不過又係反方嘅時候，我覺得可惜嘅係啦，你明主面舉咗咁多呢啲嘅細節啦，但係去到後面亦都係唔好喎，即係你就係講尼馬受傷啊，又或者就係講巴林俾人炒十幾厘，但係佢就巴林又唔係喺決賽出現。咁第二啦就係、可唔可以再舉多啲其他洲份嘅例子咧？或者係啦，即係舉一啲實際嘅例子，例如佢九十年代擴編咗之後，有冇試過人哋俾人大炒嘅例子咧？咁所以我就覺得質素呢一方面，我係反方舉出嚟嘅戰場咁，要質疑對方嘅收益同全球關注啦。但係最後其實雙方都冇一個好精彩嘅交流。咁然後去到最後一個最後一點啦，就係究竟24-32-48邊一隊先係一個好嘅數字咧？咁今日正方方面有一個好明確嘅立場啦，因為佢係正方。咁而反方我覺得都處理得係算唔錯嘅，即係你哋嘅立場唔係曖昧到咧，話48隊有問題，但係32隊我唔知。其實你係傾向咧，就係32隊都有問題嘅，只不過你冇加到個實質數字啫。咁呢個我係諒解嘅，因為一嚟呢個係反方嘅問題，而二嚟嘅係你加任何數字，對方都只會不斷咁樣同下上方問題嘅啫。咁只不過係我覺得呢一個立場可以出得準啲同埋清晰一啲咯，因為我覺得以你哋嘅辯論能力咧，其實都唔會太擔心呢對方問到可下下嘅，即係你如果你啲做交代清楚啲嘅，但係如果你變相咧好曖昧咁樣，即係你前場陣間不斷咁出現質疑，去到後面先慢慢偏曬32隊都唔問題咧，咁我就覺得有啲遲得滯，令到咧即係對面不斷兩位副辯問啊，15%、20%嘅問題啊，點解32隊係第一個標準啦？咁佢哋就可以不斷獲得到全盤嘅認同，但係你哋就相對大打圍拳。咁雖然整體嘅評論咧都講到好似即係反方有好多問題啦，但我覺得就係反方係可以做得更好。即係你如果齋睇成場比賽，雙方都係互有攻守，係做得 OK。只不過係如果反方你想擴大優勢，或者係想做得，或者想贏得更加明顯嘅話咧，就可以做到以上嘅一啲調整。唔係講正方啊嘛，就可以好穩陣地咧，就有一個唔錯嘅優勢。咁呢個就係我嘅能更加深入嘅。反方得票0票，換句話說，今日